现在我们要玩真的。那麻烦老师呢，您把这个一样哈，我们刚刚准备这几个，对不对？您拿两条公公的线，公对公的，就是这个是尖端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 LED 灯你自己挑一个颜色，你把面包板摆横的，哦，摆横的，我们就跟模拟器一样，这样大家在看的时候比较容易来。好，模拟器我放这边，有没有？像这样，我就把这个灯，各位老师，这个灯你就直接插进去就好了。哎，这个不用再接线了，直接插进去。但是呢，插进去又看不出正负极，所以我现在跟模拟器一样，我就正极在右边，长角有没有在右边？有哈，所以我就把它插进去了。你可以插两格，也可以插三格，都没有关系哈。好，我把它插进去，就是轻轻的把它推进去，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你就照着这个孔洞把它推进去，到底它就会顶到那个有一个夹子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把这个杜邦线，你拿一根一根的杜邦线，每一条颜都一样，颜色不同没关系。没有这样。对对对。它没有公公。来。那我可以用这样。你可以拆开没关系。这个拆开没关系。对，你可以把它拆开，拆开老师会很有疗愈感哦。对，这比摔盘子好一点哈。来，您看一下杜邦线，老师您找一下，您有没有发现杜邦线它有一头一边会有亮亮的？对，是因为品质不良吗？不是哦，那个是要给那个三用电表，好，就是说它不用把线拔开就可以量的，好，所以我一般会把这个朝外了，标准的是这样子。你看我插在这里。我现在一个插在这边，这个我就插在这边，我就把它朝外，有没有？这样子的话，如果以后真的有需要用三用电表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让它方便去量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？你就插下去，看哪一个孔洞比较好插，你插进去。因为有的比较新的面包板哦，你这样子有时候不是很好放，你就可以找看哪一个比较好插进去哈。像这样放进去，如果有觉得不好插的，你就换别的孔，甚至我就换到这边来，有没有？都没有关系哦。好，我就把它插进去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自己要先确认好哪一边是长角，哪一边是短角，因为插进去就看不出来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这边插好了，这个不会电到，但是老师养成一个习惯就是。不管接什么装置，先断电，好，先断电再接，接好再插电，这样装置比较不会坏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我的红色就是左边这个是负极，我就接到我开发板。你看这一边我的红色有没有一个 GND？ 一样的，我把亮面的朝外面，杜邦线的亮面我就朝外面，有没有？那另外一条是讯号线。我就接到零五咯，一样，我把亮面朝外面，所以我们这样就接好了，有没有？您可以先看一下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接两条线，哈，接两条线放过来，这样就可以。亮面就那个缺口。亮亮的缺口，对对对对。好，那如果您确定都好了，我们就准备要插电咯。放心，不会被电到。今天袂去用电到。小气 LED 一个两块。不会啦，这个 LED 一灯便宜，不会烧掉了，不会烧掉。除非你真的乱接。来，那老师看一下喽。我们插上电源之后呢，它的反应哦，来看。我把它插上电源，有没有发现它先亮红色的，开始闪，闪的时候呢，就在找我们现场基地台，找到之后熄灭，会亮一下绿灯再熄灭，对，这样最后的状态是熄灭的，对，表示你的有接上我们现场的 WiFi 基地台。那您如果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一个蓝灯，对，这个是确认你的电源有没有电，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我们主要看的是上面这个三色LED灯。有没有老师您插上去之后红灯一直在那边闪的或者很亮的，那就表示它没有接上。那如果有正常接上去之后，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变暗的。因为呢，现在你们家宠物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你要知道你们家宠物叫什么名字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学校的版本
那个在盒子里面。你有没有一张纸？有一张这个纸，这个纸盒里面有一张这个纸，有没有看到？字超级小，这对老花一点都不友善，有没有？来，请问老师要打上面还是打下面？打下面的哦。好 ，device ID 这个才对哦。所以你找一下。好，那如果呢你是借的，借的在开发版的后面翻过来有贴纸，就是你那个对对对 ，device ID 这个。但是老师要注意一下，有分大小写哦，有分大小写哦。那您可以怎么做呢？来，您看一下这里，在上面这里有没有一个闪电？右上角有一个闪电，你把它按一下打开，你把号码打进去。如果打进去之后有跟我一样变绿色的闪电，恭喜你，你的宠物在等你了。如果你是红色的，就表示你没有连上去，或者你打错。这样有没有了解？所以您先找一下，好，先找一下学校的版本在纸张上面，好，在那里面盒子的纸张，然后呢，借的是在那个开发版翻过来有贴纸。如果老师跟我一样都变绿色的，请不要再打一次哦，你把这个动动两下，按右键有没有复制？复制好了，把原本你的一二三四把它换成这个，再来，因为你要玩真的，要打其他 WiFi， 这样有没有清楚了？好、哦、好，记得哦，如果你程式还在执行，先停止，因为程式有改过了嘛，所以要再执行一次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们家的灯会不会亮啊，有没有那边又在亮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来，还给你，还给你。